我怎么没有看到？赖正一，你欺人太甚！怎么了？我发了这么多朋友圈，你都无视我。宁夏就发了一个，你就给他点赞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朋友圈我一条也没有看到，我还在想你是不是在气头上把我给屏蔽了。我，你一条，你一条都没看到。凡人，怎么回事？丽丽，我看这个不顺眼很久了，我要给它扔掉。丽丽，是有人和你说了什么吗？还是你想起了什么？没人跟我说任何。你今天要么扔了它，要么扔了我。如果扔了它能让你消气的话，那就扔了吧。丽丽，你看一下还有什么想要扔的，都依你。只要你能开心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赖正一，你是真的喜欢我吧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想多了。没关系。